哎、欸，各位，我们现在人呢在那个母婴用品展这边。你看这个超可爱的吧？这是什么？1780，蛮怪。哎、欸，好软哦，舒服的哦。它怎么有点像迪士尼的毛怪跟大洋怪去改编的？对啊。很像，对不对？嗯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一组我很好奇，因为它是谐音，我看不懂。洗澡的啊，洗头啊。哦，这里有写，就是一些，哦，洗澡洗头的，太好笑了。我们刚好试吃这一间马可先生，哎，蛮好吃的。对。他现在有优惠，好想买哦，很想买。可是因为我们是从台南来的，所以就不太方便。然后大家一定会发现哦，你看 Bobo 的手上拿着一个什么史迪奇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刚买的战利品。要给鼠来宝用的。对，哦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这是河马。玩呢。还有盘子，这是一整组。它现在一整组是299，然后有两个猫头鹰。哦，有猫头鹰呢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可爱。用那个颜色。啊？对啊。各位，这个是，国式茶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喝茶，然后我在外面点的都是有咖啡因的，然后最近希望医生是建议我说不要喝有咖啡因的茶，哦，真的，那嗯，喝看看呢，那你还是每天喝哎，对啊，请问这个一定要泡吗？要泡，但是你如果绿茶就是丢下去它水是里面就怎会泡开了。但是么？哦。红茶就要加热水去泡开，因为红茶是发酵茶，所以你用热水去泡它，才有营养成分才能释放。那绿茶你就像冷泡茶，要丢下去1个小时后就可以喝了。我看看，啊，它是类似茶包那一种的吗？还是它是茶茶叶？包，它是茶包。哦，茶包的对，哦。就是里面会像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样子的感觉，那还蛮方便的啊。这个是家庭号里面的包装方式，这个是盒装的包装方式。对。我第一先次。倒绿茶给你喝哦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你是看，怕要煮水泡茶是不是？对，不用不用，就很方便。没有咖啡因呢，我喝喝看。我先喝。这个是绿茶，您、那些你可以喝放着，没有喝放着。哦，跟我一般喝的不太一样。那会不会喝起来很像花茶？因为有花香味吗？茶叶去茶叶做出来的绿茶。哎，这个你会喝哦，来，真的、哦。你喝看。等下有很多口味的茶可以喝看看。好，还有很多口味的、哦。对，国式茶的树，这叶树是长这样。是。它的根有300-400公分的长度，所以它会是去生长在哪里的？哪边？那么大只。没有，我意思是说，是一个名称呐、啊，类似那种什么，我问的是什么沙漠啊，还是平地啊那那个种？有点对，哦，好，是。那它的我们是用它的叶子去哦，泡，那它就长这样子。对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是这个是坊间卖的，它会有很多的梗。好，给你看一下。谢谢。好吗？好。那我们喝另外一个，这个是红茶的，然后这是香草口味，这个卖的超好。因为它喝起来香香的。红茶吗？对。就是你们的招牌吗？还是？人气商品，还蛮多人喝过都喜欢。有咖啡因吗？都没有。都没有，全部都没有。所以它是6个月以上小朋友就可以喝。所以它知道运气。哎，热小朋友的，也可以喝。你先喝。对。就是红茶，如果是。如果没有，没有任何状况，一般人在喝的话，可以降三高，可以帮助新陈代谢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所以它其实也
也是所谓的就是排脂茶、嗯、那我们如果是怀孕中的妈妈，她可以舒眠，可以抗抽筋、抗水肿跟抗便秘，嗯，那喂母乳的妈妈可以发奶、哦、那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帮助她的发展发育，然后跟减少过敏，就很多鼻子会可能会早上起来就会流鼻涕的人，可以减少他过敏的症状、嗯嗯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？因为我们博士茶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元素。哦，那这些营养元素，对，那像锌就很重要，在成长发育过程中，小朋友如果要长高，这个成分很重要。它帮助他的牙齿骨骼发展，这些都是微量元素必须要的。嗯，所以它会有这些营养成分，每天都可以喝。哦。那我们用这个茶去泡成奶茶。嗯，奶茶里面就加鲜奶跟黑糖，那、啊、糖的甜度就看你自己，如果你不想要加糖奶可以。香草的这个红茶，因为它有里面有香香的那个，我们是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荚，那它其实蛮贵的，所以它在里面的香味跟你外面喝到那些香草的口感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哪一个的、啊？我刚刚刚对香草的红茶，香草红茶，对，好喝哎、欸。这个是他泡出来的奶茶，他泡出来的奶茶。你那个好像是香港的那个吧？那个叫什么？鸳鸯还是什么的？啊？那不敢喝奶？会太甜吗？不敢喝奶吗？对。那你还是喝完。那你要不要喝看看红茶泡出来的柠檬红茶？嗯。红茶啊，我可以加柠檬。里面加蜂蜜跟柠檬。哦。拍起来太多东西，我有点错乱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啊，你先喝，先以你觉得好喝为主。嗯、谢谢。有柠檬。你喝咖啡因会睡不着还是喝不舒服？不行，现在医生说我不能喝咖啡因的。是什么状况下不能喝啊？所以你不能喝外面的饮料吗？我还是会喝。哎、欸，好香哦。好喝吗？嗯，很香。这就是用红茶去泡出来的。对，其实它还蛮简单的，如果你怕麻烦的话啦，最简单是绿茶丢下去就是这样，就是柠檬红茶，柠檬绿茶。对，那红茶的话就是先泡开，泡开之后我们就是一样再加蜂蜜跟柠檬，自己调口感这样就好了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喝好。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个香草的那个红茶。我也喜欢那一个，那个超好喝的。对，一喝就上。那个卖多少？你如果是单盒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有做直接做特价，它现在就特价一盒400，那它里面就是20包茶包。那它要泡几 CC？ 它可以泡到大概800CC 到1000CC 左右。嗯，800 1000。对，一天喝这样应该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对，你就把饮料戒掉。喝这个。好像可以哦、嗯。因为有客人跟我们说，我们怎么不在这边卖饮料？他说超好喝的。哎、嗯，这很好喝啊。你在上面直接询问，是一对一的。嗯、好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决定要买了，因为我平常每天都会有买饮料的习惯，然后呢，我会买这个，我们套餐 B 对不对？因为家里可以泡啦，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。那你刚刚有说你不可以再买饮料？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医生有说呢，我不能喝咖啡因啊，对，要少喝咖啡因，所以就是这个是没有咖啡因的，买来喝喝看。哎呦。味道，它是我们里面的南非茶去做的。那它的话可以卸妆，可以洗脸，好香啊！卸淡妆，对。那它的话就是可以洗到，它到最后不会，至少不会整个硬掉。嗯，应该到最后都可以洗得很滋润。这个蛋很好用，这不错哎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买了一个，这个是香草，他帮我们换香草，对，人不错。然后我们买了红茶跟绿茶。就这边啊，这边1550，怎么样？要戒掉饮料了。对，对身体好了。如果你要偷买饮料的话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它不错，它没有咖啡因哎。对。不然外面卖的都有。所以那个怀孕也可以。对啊，你也可以喝。然后宝宝6个月喝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再逛哦，谢谢。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我们再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哎，你看，鸟先生跟女鸟夫人强力推荐的柠檬蛋糕。柠檬蛋糕。一个刚刚穿的。这里有他的衣服。这个。这个什么？奶
奶皮沙菌系，它怎么沙、啊？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酷、哦，太酷了吧？是这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外出使用的，对不对？外出很适合用这个，对啊。要不要问他们怎么使用？嗯、感觉还不错哦。嗯。可以。之后我们也是要买那个外出帮他奶瓶杀菌的。对。大家出去玩的时候。嗯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人在外面休息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会进去呢，换一下那个剪刀。对，它好像是满300块就可以换。嗯，因为我们刚买的那个红茶。1500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其实换算下来呢，等于我泡一包的话，等于是20块。嗯，啊，比我在外面买饮料的话便宜5块，那又可以喝到800到1000cc。对，对，然后就是有可能要勤劳一点，要自己泡了，对啊。简单啊，丢进去就可以。对，因为它是没有咖啡因，就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去换一下东西。那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，我们在里面已经逛了3个小时。嗯，哎、欸，3点。哦。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它很大。不是，我们才刚全部逛完，然后稍微再看我们要看的东西，就3个小时。嗯。啊，这个呢，以后这个母婴展呢，如果真的家里有小孩的啦，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来逛一下。对。因为像有一些展览，它的东西会比较优惠一点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来换剪刀。好。